仿一个海洋的概念。是哦，怎么说？就是海洋那边有很多小岛，他们喜欢模仿这种山海的那种概念。所以如果你假设这是 Inscale 的话，你说那一个小岛，那这就是。因为神风，大家还是会为了神风特工就觉得很骄傲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可是那明明就是很暴力的事情，或是真的很奇怪，不准奇妙吗？嗯哼，日本人心态奇怪，民族性。不要跟他合照。所以小男孩有碰到你吗？没有，就好恐怖，脸皮小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通天阁附近在闲晃。そやつにわしの鉄拳をお見舞いしてやるわ。はあはあはあ。まだ戦いは鉄拳。